摸吗？摸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慢慢摸就好，慢慢摸就好。回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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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家。两滴，两滴，两滴。准备防身。有隐形人。有隐形人，对，这里有隐形。好闹。你在干嘛啦？超混的牌。哇，好多书哦。游戏记录吗？游戏记录哦，我的游玩记录。他就说那个无用无用的书太宅了啦、嗯，你们也有啊？你们也很宅啊？没有，我们的完全没办法，一直被突破。我们后来才冲啊，太晚冲了。嗯，这个模式真的是太快了，这狂冲就完了，真的按错了。挖河。我们只挖一下，你怎么挖？身上有一堆书可以看一下，各个那个都有记录、嗯。有，我有看到。啊、哦，你可以直接点那个书上面的那个名字，它会直接变右边会改那个。哦，嗯，方便。你看谁吃最多蛋糕啊？都没有吃蛋糕、啊，你什么鬼？总食量谁最多？谁最多？哇，你们好会吃哦。嗯，谁抽奖啊？还有、啊，还是要抽一下啊！对，他抽，我特抽，是牛丸，杰克，伊森也差不多。这个大胃王是怎样？就是吃最多东西呀、啊。嗯，我吃那么多东西哦。嗯，看大胃王哦，一二四。也够夸张。我想说，我肚子到底吃了什么？一格一格吗？哦，一格一格的，嗯，哦，吃了很多面包，大食怪，你这半个小时就长了，对啊，好快啊！允月，你怎么喷这么多啊？对啊，你怎么喷那么多啊？我因为我第二次喷了好像十多个吧，哇，看一下，超级衰，超衰，真的，好的。再来一场啊！太快了、啊，这个好快啊！这个阿妈吗 ？Bug stop 吗？哎、欸，对对对，有了方法，卡卡卡卡卡卡。哦，要重开。好。这模式好好玩哦！好玩，方块。上咻咻咻咻咻咻咻！怎么一头人过来根本是守不住，一定守不住啊！那绝对守不住，直接冲挖的太快了，那伤害超高啊！真的，就死一个了。你有装跟没装其实也都差不多，伤害太重，对吧？砍两，看到他们最后都不穿装了，哎，直接冲过来！你铁装打输一个没穿装的，哎，你说我刚刚转，我一直找不到你的视角，说。嗯，哎，重开，好，好，嗯，哈，哎，哎，可以进了，啊，不错，好，哟，进来喽，进来喽，卡卡卡卡卡卡了一下，而且哈基你怎么没选刺客啊？哎、欸，因为想说试战看游戏啊。哦哦哦，我们以为这一版本最强的是游戏啊。我想说有没有欧盖游戏啊？啊，一开始送几个箭矢啊？嗯，箭矢吗？16吧，好像。刚刚看的时候好像是吧，我也忘了。每个阶段是16，可是我刚刚玩那个模式几乎没有用到剑呢、欸。剑根本用不太到啊，而且伤害很低。对啊，我到最后那个剑矢是两组哎、欸，在我身上完全没有动。冲太快不好瞄啊。对，完全瞄不到人。剑、矢越打越多。我的剑矢拿去射，你剑矢因为啊哈，所以剑矢射的其实都还好，啊、真的有点难射。剑矢拿来找那个隐形兵用而已。对，然后再来啊哈，五十滴血，啊哈，啊哈，五十，所以积分队，啊哈，分，可以，好，不用下去，耶，哎，这里是兔窝，注意点。我走，我走，我走，哎呦，不走。到哪里出问题了？怎
怎么了？哪里？就是矿了一次给太多那个。哦，刚刚那个。所以是哪边啊？就是一个 loop 没有 loop 的，就是回圈没回圈到的，有点难解释，反正就找到 bug 了。复杂的东西。哦，所以、就是、还是可以玩好几倍的那个吗？还是有，还是有。目前这个要到下一次改本才会好啊。你要怎么选呢？选职业那，那一定要有一个矿工啊。我觉得这个模式那个。很主动不是，我觉得这模式游侠有点弱势。我觉得这没有这模式，就是你不管用什么资源，你要想的就是一直去挖对方核心，一直冲就对了。对啊，挖好挖满。那我要反正守护者也不一定要，因为矿工去挖绿宝石就来个发光。嗯，像我们刚刚上一场发光的时候，其实那五分钟都没有被挖到，就是安全的，真的都是安全的。对，我们刚刚在干嘛？哎、欸，就只有我换过来而已，是不是？嗯，对。哎、欸，对。啊，就你跟杰克换，跟杰克对换。嗯。啊！各种刺客。看一下。刺客。哇、哦！他们选刺客吗？我选刺客。我们三个刺客。不知道对面几个，看不到。刺客可以全部穿装，还不错。他们晚上的时候可以隐形突入，他不能拿弓。嗯，目前看是不要全刺客吗？杰克跟杰瑞的样子，也可啊。嗯、全刺客哦，守者交给泱泱啦、啊。有一个矿工就很 OK 了、啊，守家矿工，矿工就负责嘿。矿工，你就是铁挖的足够之后就挖绿宝石。他们好像也是哎、欸，对不对？他们是这样玩吗？哎、欸，好像是他们三个。是啊，哇哦，他们也来喽，来喽，全刺客了，哎呀，他们全刺客了，白痴哦、喔，哎、他们没有，他们没有经济资源。对啊、哦，对对对 对，我们还是有做那个发光的考量。嗯，哎呦，好可怕哦。怎样？发光就靠你喽！啊？为什么是靠我？就是在花钱啊！挖绿宝石，30颗绿宝石可以用发光。哦、oh, 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我懂、嗯、我懂。对啊，你就是铁足够就可以来，好吧？好的。啊哈！走喽！快哦，快哦，快哦，快！哪里啊？看不到路 ？Where？ 那个附魔台叔可以打一下，直接去乱他们家。木头交给你们了。啊哈！来乱咯，我知道今天干嘛了，我今天就负责来去乱他们的矿工好了。对啊，他们有矿工吗？好像他们也是有挖矿的人吧？哦，多少应该还是有。我已经杀他们几个。帮我做，欸、可以帮我做个。哦，捞捞捞！哎呀，啊哈！还是要早点出铁斧，铁斧真的太强了。真的、啊、超痛！我已经做好铁斧了。有小雨过来，小雨过来。哎呦！喂，麦照，麦照，麦照，我来了，完钱。哪里？可以帮我？我感觉速度变慢了。可以给我一点？不是你变慢了，是大家变快了。错觉，错觉。哎呀！你打我瞧瞧，替我报仇，打不到，到了，看不见，看不见，看不见，做很多的铁斧。杰瑞他刚出生，他刚出生啊，他刚出生，他刚出生，他会呼吸了吗？他还小，趁他还小还打，他还小，他还小，他欺负小 baby。等下中午就看到一堆废物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中午泱泱就无敌了哎、欸！啊，对啊，大家都没有用啊，对啊，欸、对耶，好多了，对耶，中午时间很短呐、啊，嗯，可是到了晚上就很可怕，可是到了中午了吧？到了中午泱泱就可以直接毫无顾虑的走进去挖哎、欸，你可以蹲屁股了哎、欸欸，现在可是他们还是有力量二了，还是打得到啊？哦，对啊，那虚弱力量二、哦，虚弱还是没有力量那么，嗯。你们身上铁中都差不多，力量效果给的比较多。给我三个铁，你放箱子吗？有放箱子了。好，我们的附魔台有收走吗？我没收，我没看到。
下、哦，里面好可怕、哦，里面打成一团，我先退回来。棒啊！你们都先铁装，我再去那个用自己。哎呦，我们凤台安安稳稳的待在那，因为前面已经打成一团了。他们也没有稿子吧？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哎、欸，我拿走，我拿走，我拿走。哦、好，我去弄青金石。你们要用装，赶快用哦。嗯，听起来好累、哦。要用很多的挖矿、啊，挖矿，挖很多的镐。他们没有矿工，这东西都一定喷出来。你是不是在想跟我一样想东西？对，可能吧。来，给你。有有有，我也够了。好好好，那你等一下分给其他人。好。小雨来了。大绿镐。我们的附魔台在哪？啊、哦，撞墙壁啊！我们的附魔台在哪里呀、啊？巧克力身上吧。在青金石矿洞。好。嗯，反正你不穿装吗？顺便挖。我喜欢。好。要你管。那我们家全部隐形喽！我靠！你要小心哦。好可怕！隐形喽！是要脱衣服啊？对，脱衣服就隐形、那個。不是啊，那个。喂，刺客们，该脱衣服喽！全场就我穿着衣服是吧？对。我真的很怕哎、欸，我这边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不咬人，牵制住了、欸。他们是发光一下下。嗯？哎、欸，对呢。刚刚他们发光一下下。其实我们刚刚这边有人发光。团团来找你喽！小心哦！什么谁？团团。哪里呢？我没有那个，我没有，哎、欸，发光了、欸！你自己小心哦、喔，你自己小心哦、喔，你自己小心哦、喔。他发光代表背刺你，然后他杀到我，哇，我的金，那个快要下一天喽，快呀、啊、快呀、啊，好快哟、喔，很怕、欸、我来潜行到他们家。你们都铁装了吗？不需要你先舔、啊，你先舔，不用管我。我先哦，那比较重要，那比较重要。对，你最重要了。你至少要打得赢别人，再顾虑我们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，要顾好你自己。第二阶段，然后，哎、欸，家里，我们叫，我来，我们家走，我也在打，睡漂亮。我没有稿子，我稿子不见了。哎呀，我有，再挖一下。我好了。还好，没有少很多。先挖个两组七 ，OK。他自己没搞、啊，有的，啊好，刚没放快捷键。小雨来了，好，他惨了，那个繁星打一下小雨，他惨了，哎，不理人呢，冲啊！哎，绕一下，冲，尬枪尬枪，进来尬枪，冲啊！哇，进来尬枪，我在他们家绕圈圈。走，少好多。我们家要多少也是防一下。这个都废了吧？是在干嘛？啊！哎，我们这完全铺路哦。对啊，正在抢修。有。那个，我拿去你那边放好了。等一下，上面。这个一定要堵好堵满。好。后门 OK 好，我来了。泱泱收集绿宝石，他们来了，全来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没有盾。直接跟他们打，不用挡了，直接打。对，不用管了。哎、欸，好，没事了。哎、欸，好，我们冲了，冲啊！又一个来了，又一个来了。不用吃，我拿着吗？啊！一拳快死了！谁去摸他一下？一拳快死了！啊！他们无敌！娘，你记得有空就挖绿宝石。有，我在挖。嗨，这有点可怕。啊！被看到了！他们又来了，又来了！一定要先打人。哎，又来了！可恶！撑住啊，各位！没装备。你要不要先装吗？不用！进家里哦。他们中午现在不太会打，不能打架。可以，我还是打的死人，我还是用弹钢圣剑。
可以。你们要做那些斧头啊？有啊，他们伤很低。有斧头就好，有斧头就好。有人要进他们家吗？我找进不去，一直在突入，进不去。下午了，下午了，快走开！等一下。